慢点啊，妈！哎呦，今天太阳真好，一会儿我把被子拿出来晒一晒。梁大妈，浇花呢？ 梁子，出去了啊，马姨。我上人才市场看看。哦，工作的事儿你别着急，马明替你想着呢。一有消息他会通知你的。没事儿，不急。嗯，你们就别为我操心了。行。嗯。你干嘛让马明给他找工作呀？ 别在马明背后捣鼓，一天的麻烦还少吗？别没完没了啊！我知道了，妈。哎呀，怎么了？ 你妈来这几天，我的心总是悬着，很怕哪点做不对，她又不高兴了。不至于。梁子工作问了吗？哎呦，他那工作呀，真是挺不好找的。我都去了好几个地方了，人家一听说他有过劳改前科，还犯过强奸罪，都不要。 也是，那你就给解释一下吧。我怎么解释啊？他毕竟坐了10年的牢啊。你再想想办法啊！哎呦，我是真的没办法了。你是不是不愿意帮啊？瞧你这话说的，你愿意帮你帮去。你别忘了，梁子为什么进的监狱？那你倒是说说。 他为了什么进的监狱？我不想跟你吵架，每天跟狗咬尾巴似的原地打转。你不帮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。我就知道，只要一提到他，我们肯定要吵架。我今天我也不想跟你吵架。 替他做了那么多事情，他妈天大的情我也该还完了吧？你坐10年牢试试。妈，来了，儿子。妈，我找着工作了。什么？ 马明给你养的吧？我自个儿找的。哎呦，我在路边啊。哎，看着有人举个小牌儿，干油漆工。啊，我一想，我也会呀，我也就写了一个。结果还真有人找我干。我换件衣服，马上走。哎，你换，我把门给带上啊。哎。儿子，管饭吗？您给我包俩馒头就成。哎。妈。我可能今天晚上回来晚点儿。 您自己吃，别等我了啊！哎哎哎，2下，来，我来3啊，3，3下，4下，娜娜，娜娜，大妈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娜娜？ 娘子还没回来，是，说是8、9点回来，你看都10点多了，还没回来呢。他去哪儿了？说是干油漆工去了。娜娜，出来。妈，这么晚了还不回家睡觉？妈，哟，儿子回来了。哎呦，怎么这么晚呢？想多干点就晚了。饭菜都热好几回了，赶紧吃吧，饿了。谢谢妈。 快服务，服务，我来吧。哎，奶奶再见，奶奶再见，奶奶再见。哎，奶奶再见。哎，那，
不是他们碰巧了吗？什么碰巧？你呀，真是傻，明明是颗定时炸弹，还帮人家找工作、搭房子，你傻不傻呀？妈，您看玻璃撞的还行啊。别打岔，两个人没事就在一起说话，哪有这么多话呀？妈，您看您，我跟你说。 但凡老婆不正经，丈夫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楼下那家人啊，住在这儿不是好事儿。慢点吃，别噎着啊。那什么，妈烧着水呢，吃完饭呢，好好洗洗解解乏啊。嗯，哎，给您呢。什么呀，这里？您打算干嘛？ 哟，这是今天的工钱，给您买了两个蛋糕，剩下的不说好。哎，我从前没吃过这个的，尝。儿子，妈不吃，你吃。嗯，就是给您买的，我还年轻，以后有什么吃不着啊？快吃。 奶奶问你，你妈还没回来呢？没呢，中午就吃这两碗馒头啊？嗯，那哪儿成啊？奶奶屋又好吃的，专门给你留的。什么好吃的？酒就知道了，走。嗯，来，真好吃，慢点吃啊。嗯，奶奶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奶奶，手里拿着什么？ 没什么，还没什么，我都看你吃了。过来，给我。别人家的东西不能吃，知道吗？女孩子嘴这么馋。那又不是别人，那是梁奶奶。叫的还挺亲。 告诉你楼下的，以后少拿这种东西糊弄孩子。还给你，娜娜，由他们家的东西不许吃啊！谁家的东西都不能吃。你是我马家的孩子，得有马家的样，听到没有？整天跟他们，会有什么好啊？还不服气是吧？你凭什么说我呀？ 自从你来我们家之后，不是说这个就是说那个，哼！什么你们家呀？这哪有你们家呀？这是我们家。你是我孙女，我不能说你是不是？你小小年纪不学好，等你爸回来，非得告诉他不可。告诉就告诉，我不怕。你再顶一个试试，你还学会顶嘴了你。 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你总算回来了。你问问他都干了什么。娜娜，怎么回事？惹奶奶不高兴了？我没有惹她，老妈，娜娜，你怎么跟奶奶讲话呢？你敢骂人你？哎呦，你快说，你跟奶奶道歉。我没错。我不管你错没错，都给我出来跟奶奶道歉。我没错。王爷。 你这么教育他的是吧？不是不是，妈妈妈，你别生气，他平时不这样的。平时不这样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不是，我就是。
小小年纪就学会骂自己的长辈了，他要长大了爬到你头上去了。一个女孩子家随便吃人家的东西，那我说他几句他就骂人，你觉得这样对吗？娜娜，你给我出来，听到没有？你打呀，跟奶奶道歉，你听到没有？王爷，你要再不教育他，将来啊他骂你老妖婆。给奶奶道歉，听没听到？我让你道歉的，我让你道歉，你听到没有啊？你打死我算了。你跟你妈这么说话呀？啊，你要再这种态度啊，奶奶也打你啊。给奶奶道歉，你听没听到？我叫我道歉。我让你道歉，道歉，你怎么还不听呢？要打你打我，别拿孩子出气，都是我不好，我的错，我不该给孩子东西吃。要打你们打我，跟孩子没关系。我们家教育孩子又碍你什么事儿了啊？你疯了你。我没疯，你疯了。不就给孩子一块蛋糕吃，你至于吗？啊，打我，有能耐打我。哎，大妈大妈大妈，哎，稍等一会儿。妈，稍等一会儿。怎么了这是？妈，这是怎么了？就因为我给孩子一块蛋糕。大妈大妈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，至于吗？妈，回去吧。妈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妈，对不起啊，你别生气。我不生气，我就在想这事儿不对头啊。每次我们家教育孩子有什么事儿，他都来插一杠子，还这么横。马明，你想过没有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人物关系不对头啊。你看看他什么态度啊，他们都是什么态度啊。马明，王燕儿，我说错了吗？啊，他怎么那么刻薄呀？以前你们不这样，怎么这次我回来事情全变了？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了吗？王燕儿，我刚才说的情况都是属实的，你干嘛不高兴啊？妈，娜娜对你不礼貌，我一定好好教育她。但是刚才您说的话，话里有话，我确实是有点不高兴了。我话里有话，也是有依据的。燕儿，你别跟咱妈一般计较啊，你别生气啊。妈，你别伤心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以后再也不和奶奶顶嘴了。家跟马家的仇算是解不开了。咱两家有什么仇啊？以前妈跟你说，你爸是得疾病死的，急性心梗。
其实，他是跳河自杀的。自杀？那时候啊，你为王艳的事儿判了20年徒刑，我跟你爸都生马明的气。那时候啊，马明他爸爸正挨着，有人让你爸写材料，你爸爸一怒就在那上边说了些不该说的话，没有两天，马明他爸就让人给整死了。我爸他连字儿都不认识几个，他怎么写材料啊？那不是有人写，他说吗？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了？他是叫他工作组说的。说的什么不知道，妈真不知道。那我爸也不至于自杀呀。你爸是马明他爸从山沟沟里一手带出来，几十年了，两家处得跟亲人一样，你说他心里能没愧吗？甭说是他，就是你妈我这心里没法说，马明他爸死的第二天，马明他妈抱着他爸骨灰盒回来，在门口正好碰上你爸，马明他妈就对着骨灰盒说：老马，你睁眼看看眼前这个人，就是你一手拉拔起来的白眼狼，你记住他，做鬼都不能放过他。你爸回到家一句话都没说，他受不了，毕竟人家对咱们有恩呐。天亮了，我看见屋里没有他，我还以为他遛弯去了呢，谁知道他半夜里就跳河自杀了。哎呀，就你一个人啊？他们娘俩去哪儿了？出去了。这么晚了，去哪儿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他俩在一起啊？嗯。干嘛无精打采的呀？你让我好好的吃顿饭行不行啊？哎呦呦，窝里横，你别以为妈过分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我跟你说，别看王燕儿哼哼唧唧的，比你有心眼多了。这个家呀，要不是妈给你撑着，你根本就拿不住她。都是一家人，干嘛非要拿住谁呀？他又不是敌人。你看看，听你说这话，就是白活了三四十年了。夫妻关系
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。只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就会有矛盾，就会有斗争。娜娜呢？在楼下吃饭呢。啊？楼下呀？对，梁奶奶那儿。你给楼下送饭去了？啊。我们家什么时候成慈善基金会了？妈，我思想境界没您那么高，只是楼下没有饭吃，作为邻居，我多做一点饭送下去，谈不上什么救济。现在是新社会了，只要肯劳动，哪会到没有饭吃的地步啊？这不诚心跟我作对吗？不敢。你这孩子什么意思啊？怎么那么有心眼呢？你跟他们家到底什么关系啊？妈，有些事马明没跟您说，所以我也不多跟您解释了。我只是想告诉您，梁子是我跟马明的朋友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他伸手救了我一把，所以我把他当成亲人。现在他有困难，我有义务帮他。再说了，我是靠自己的工资买菜做饭，没花家里一分钱，这有什么可质疑的？妈，王燕，吃饭。吃饭吃饭，你就知道吃饭。你没听他在说什么吗？听见了，怎么了？你让我打他一顿，还是你打我一顿？哎呦，妈。从我跟马明结婚到现在，不管我怎么表现，你都不接受我，这我理解。可是你对娜娜不好，这很伤孩子的心，我也很心疼她。我知道你对我有误解，但我不怪你，因为这个误解是当初马明造成的。那好吧，你今天说当初，那咱就说当初。你当初大着肚子嫁给我们马明，你知道人家背后说我们什么吗？我们马家什么时候受过人家这种指指点点啊？啊！我的冤屈跟谁诉啊？你说我不喜欢娜娜，我是想喜欢她来着。你给我一个喜欢他的理由呀，好吗？别生奶奶的气了啊！咱们要做一个大度的、勇于承担责任的人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嗯，多理解妈妈，少给她添乱，行不行？行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回去吧。嗯。伯伯再见。奶奶。哎，啊！今天的事是我错了，您别怪我妈，行吗？娜娜。你干嘛这样啊？谁教你这样的？干嘛把孩子搞成这样啊？赶紧起来起来。我不起来，您还没原谅我。我的天哪，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？哎呦哎呦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哎呦我受不了了。娜娜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快起来，你干什么呀你啊？
我要跟你离婚。上回我让你跟马明说那事儿，你说了吗？不是，就是梁子工作那事儿。哦，啊，这两天忙，我还没顾上呢。我知道你忙，我好几回想张嘴，我都没好意思。这样吧，大妈，我这事儿我放在心上，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。啊，哎，你给我惦记点这事儿啊。哦，好。妈。哎。您干嘛呢？我帮你打听工作的事儿。我不跟您说了吗？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。家里是缺吃了还是缺穿了，总给人添麻烦。梁子，你别老说大妈，是我要帮忙的。哟，你们都在呢。哟，大妈，梁子，上班啊？哎，对。啊，那什么，本来呢，我想替我妈给你们二位赔个不是的。你看，不是这两天上班没时间吗？今天既然你们二位都在，我就正式给你们说声对不起。我妈她那人呢，她就那样，你别往心里头去啊。你这是说的哪儿的话？太客气了。去上班吧，要不该迟到了。那行，那要是那咱俩一起走吧。正好我拿车可以带你。来，你帮我拿着包，来来。嘿，你倒是这着什么急？我带着你去啊。你也不知道搭把手儿。妈，以后我的事儿，别总给人添麻烦啊。离婚？我嫂子要跟你离婚？你帮我劝劝她。哥实在是没办法了。是妈在那闹的吧？哥，前几天我跟妈聊过一回，我相信妈说的不可能是骗我的，但我也相信嫂子。这些年下来都有感情了，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她，所以就当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但我总觉得他们俩有误会，妈不喜欢嫂子也是有原因的，你是不是找个时间跟妈好好聊一回啊。什么都别说了，先帮我把你嫂子劝回来再说吧。行，那我先把妈劝回家，再去帮你找嫂子好好谈谈。哦，拿过去就行了。嫂子，你几点下班啊？等你下班了，我请你吃饭去。我知道一家特好的饭馆，新开的，特别好。那到放学我还得接他呢。你放心吧，他有我哥在家管呢。家里还有个人吗？那人，你不用管他，我把他接回家去了。真的，嫂子，别生妈的气了。他这人脾气是不太好，今天下午我一点没给他留情面，狠狠地把他批评了一顿，已经被我接回家去了。别跟我哥怄气了，他夹在你们俩中间其实挺难做的。你要实在生妈的气，我给你赔礼道歉还不行吗？只要你能出气，怎么罚我都行。我罚你干什么呀？那就罚我哥，反正你们俩别离婚就行，多伤感情啊。你不想想，你们俩要离婚了，娜娜怎么办呢？好多事儿你都不懂。嫂子，我真觉得，只要你们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好好聊聊，什么都能说清楚。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是想让你找机会能不能跟妈好好聊一聊啊，不然你们俩的误会只能越来越深。娟儿，我就一句话。我不该被咱妈瞧不起，
我之所以被咱妈瞧不起，就是因为你哥的懦弱和自私造成的。因为我哥，他不至于吧？好多事情你都不清楚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也该了解我。我也不是个轻率的人，我不会做什么轻易的决定的。我还忙，你赶快走吧。嫂子，别呀，两辈子啊。对不起啊。什么对不起啊？工作的事儿一直都没有着落，让你受苦了。不苦。没事儿，我挺好的。我看大妈把饭做好了，都出来看你两次了。你快回去吃饭吧。哎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你怎么这么无情呢？这不正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王艳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这不是我要的结果。我承认，最近我老跟你纠缠过去的事情，是我不对，真的是我不对。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老是跟你胡说八道、胡搅蛮缠的。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不跟你妈说实话？在她眼里，我是一个作风不正的人，我的孩子是没人要的私生女。燕儿，你别这样说自己。我承认这事是我不对，那是因为我太在乎你了，我不能没有你跟他了。我错了，我改，原谅我行吗？燕儿，你别这样。你在大家眼里是一个有担当、讲义气的好男人，我王艳的救世主。我嫁给你，我要感谢天，感谢地。马明，这么多年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？你妈这么对待我和娜娜，想过我们的感受吗？再说梁子，他要不是因为这件事他混得不比你差，可他得到什么了？十年的牢狱之灾和一个臭名声，这是他应该得到的吗？他为我们做了那些，我们不应该心怀感激吗？你还这么小心眼的对待他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我跟他很清白，什么都没有。可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还这么纠缠。我真的没力气再跟你纠缠下去了。
燕儿，王燕儿，我真的是在乎你。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马明，我怀孕了。燕儿，我们俩就那么一次，怎么可能就怀孕了呢？咱俩结婚吧，结婚吧，好不好？燕儿，我也想跟你结婚，可是你忘记梁子是怎么说的了吗？马明，不管他们那么多了，只要咱俩能在一起，发配到哪儿都行，咱结婚吧。燕儿，我的情况你不是不了解，你说你现在你怀孕了，不，燕儿，我们俩不能结婚，你听我说，燕儿，我们俩可以把孩子打掉。到哪儿开证明去啊？哦，燕儿，这个你不用考虑，我来想办法。你别哭，都是我不好。你说我们两个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我是马明啊。那个证明呢？证明带了吗？证明没有了。证明哪儿去了？被人看见了，我就一把火烧了。你怎么那么讨厌呢？怎么办呀？没证明怎么办呀？燕儿，别哭啊！你小点声，你当心被别人听见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说不行，你非说没事儿。现在出了事儿，你问我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啊？燕儿，你别哭了。我不是不想娶你，我做梦都想娶你，可我怕我会连累你。我是大右派反革命的儿子，到现在还是被改造的对象。我父母的问题，估计这辈子也扯不清。我怕你要是跟着我，你会受罪。会吃苦，我不愿意你这样。我不怕，只要你想娶我，我愿意嫁给你。
扯着你的衣角，让